今天就想开技能呢。打到我这么快呢？可以的，既没吃钻，黑妹也没倒，还被盖一板子，活了。混子用命就是爽啊，修机救人开门，游戏结束。哎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赚一把快点键按了。这么远的吗？那还差一台谁的修？大哥，这带一波整机，没吃钻。震慑无所谓的，我想骗他刀没骗出来，就吃个震慑，我也要把人扯下来。把黑妹磨好吧，让他重新起一代，还是去安排一下。连环机被收了，这个很头大，他没一刀。磁铁贴门，这电机是要好的的，无所谓。你看，直接冲阴袭了，这小丑呢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生气了。
放到面点。你的磁铁呢？闪现了，闪现了，闪现了，磁铁死了。看到他们呢？我感觉他肯定要拉个推进器过去，哎，然后我趁机把人偷了。完美800分，然后还能走个门，爽。真叫红蝶呀、啊！给的有点急，正好三张猴下来应该能揍。两台半，佣兵的那台在小门。转错点了。哎，这还能戳到的呀！差佣兵这一台，修得完，好像修不完，好像修不得完。修得完，修得完。我直接跑马拉松，让佣兵补了。点得完，点得完。差那么一丢丢。
表面小丑。真就直接来大房了。走了。他节奏差，他没追人。想想没张狂，右边把自己电击补了，然后他们起一台魔术人，魔术可能修不完，等会儿去帮忙，用命自己修，然后就看黑面拖的，到底要拖多久了？还在荒野刚落就死了。这下好了，要往平局打了。魔术师他去摸佣兵了。我要去补佣兵电机，佣兵电机也不知道在哪，可能小木屋吧，看一看吧。不是小木屋就是敦煌了。还好，再拖一会儿，拖一会儿，魔术师一亮，我一亮，当心脏。只需要他再拖一会儿，哎，上把一样的结局，也是黑妹死，然后电击亮了。走吧，看看魔术师能不能跳个第一脚，还有两个魔术棒。是，惨了哦！估计有医生的话不会用，肯定不会用，不会用那个约瑟夫老头的。哎，他在这儿，鬼屋拉的锯。这么明目张胆的走，总感觉要被锤，锯一下闪现就死了。
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有名，撞。没事，他在里面，等他拉锯走，然后慢慢翻进去。一路顺风啊，别撞车了，把你全上。小心没交，娃娃死，七点一台电机，这边顶多掉两台魔术量，我这一台量，佣兵修三分之一，然后七点一半吧。这台魔术，然后直接过桥吧，解决鏖战术。这街是要卖了，拼局打，争取走低调。这里传送啊，佣兵倒了。结实至少能坐车，佣兵再补七点，我修完这，他被佣兵打倒了，然后装了个推进器，这边车开到三号站去，装推进器追。结束死了，差一台起点了，该走了，把他带到终点，魔术师会去补的，他肯定要催我的，然后接下来就靠魔术师灵不灵性把电机全补了，直接马拉松啊，多两秒。拆板子，上滑梯，还没用命。佣兵赶过来，我早就挂死了，应该挂死就了。他护臂早就用关机了，有传送没一刀，拆板太快了，把电机补了呀。这波下来我得躲了，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了。
完了，他去鬼屋后面了。哎呀，他以为遗传机在鬼屋，这不完犊子了吗？不过这波传送我没看懂，我靠，三乘一折还最低效率了。这边可以直接摸起来了，防止他救不下来人，把他摸好。魔术师不好扯的，扯的话估计也双倒。拦住桥，我不能过去了。那勾引一下，我绕过去。扯扯，可以秀的，没一刀的，好吧，有一刀，无所谓的，往皮就打。我不能等人倒，等人倒的话，可能他把魔术师挂死，然后传送了。我日你哥！走不了。惊了！我明明看见那个机械师把车开到二站的，然后我再一上去一看，车没了。发个信号让他们知道我这台吧，因为这台我不可能点完，他妈要救人呢。
喜欢过板刀，也是个头铁的。真敢直接过板，你就不好该你一板子。刚刚过马，不着急。 这个揍他们！ 真就又挂这里了，就不怕咬下来吗？激动是，真是。 人又空了哦，小伙子。带失常平局了，他即使怼死先知，他也不敢往这边走。 够了吧。 蜘蛛应该是，反正先下吧，他应该是在鬼屋，他来找我接滑板跑木马。 直接准备跑了。
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，距离太近了。可以跑了。闪现！应该两台足够了，两台半吧。然后又是两台半，因为幽冥就那板子没踩。如果我没吃到的话，我就把它往起点那边带。还可以搞一下车座，摇铃铛了，完，你还要绕一下就我的妈！必须开。不开没办法，他即使上车了我也要开，把他带走吧。这下好了，没人修电机，两个人一个人都没修，停不了了。摇个铃铛不就一起全部都没了吗？迅速打针，这上车了吗？这是，他上车了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揍他呀，我日！甲飞技术该练练，下一波闪现了。哎，他刚才揍他一下，我就不用吃刀，我说不定还能活。他非要叠个三层，揍他一层也行。我不吃刀，我还能玩下板子，难受。下一局了，我直接跑帐篷去了，不修了。老板的钱给你下了。
他从这边进，我就放慢加速跑终点。他从这边进，我就绕帐篷，绕几圈。个终点，闪现杰克，黑莓亮了。起点那边有三台。闪电空，啊，空了好几个不认，因为黑妹在开始修了，佣兵已经修一半了，佣兵肯定要发个信息，我去补一下吧。看来不需要，佣兵亮了。那只差我这一台的，这边是黑妹，然后我这边是最后一台，他希望过来帮忙一下。你敢传吗？你又不敢传，传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炸。假传而已，完全不虚。他有种就传我这儿，大不了他们三个走终点。还是老样子，跑，接着跑去帐篷，然后把板子全下了。群帐木马拉的巨人。在终点那边荡，真就不让机子呗。
杀佣兵呢？亮的是调香。怪不得不挂，打了钻呢。只能丢一台，因为我没修。当时两台，还差两台整机，佣兵也没修，差一台整机，还有一台那个演员帐篷里面。调香师需要重新洗一台，我等会要去补。活了一个狙，调香师该亮了吧？又活了一个狙，一个狙就是12秒，调香师亮了。这边我得救，看看他那台差多少。吃完了，可以。加油吧，不打算保你的，我打算往皮打的。当时就好了，直接扯。哎，你这个就不太好吧？他完全就不需要挂了呀。直接退我就没完事儿了，不知道闪现交没交，闪现都没交，就是不想评就直说嘛，不想评就我就去送了呗，还压啥大阴仗啊。
那平台局非要送十三，给力！蜘蛛吧。躲一下，先不让他看到我，看到这边到底是谁。看到之后他就会转的。这边起码丢两台吧，他打到人倒了的话，也要丢两台的，人稳定两台已经丢掉了。跑个大老远看墓地，结果是佣兵。有张狂。我这台也修完了，那就是三台了，还有一台先知的残机。你现在挂这边也没用了呀，没有底牌，张光和一刀。哎呦，想弹汽油刀，我的妈！你这绕过来绕过去，我要是你，我就直接直追了。跳不掉，双跳了。看他能不能吸出鸟吧，我这台必须点了。应该是要好的，好像是压魔术救我起来去贴门，压好了，魔术过来啊！他赶不到，自己起来自己救啊！完了，哎呀，服十秒的 CD， 我觉得我能把人扯下来。算了吧，走了，懒得救了。
小木屋那去，往山林那边拿了。僵尸可以去墓地修，去墓地这边没电机，还得往小门跑，我日！ 非要挑战自己，要去小木屋修，脾气有点倔。应该是三级彩板，冲冲和张狂那里没一刀。 还是要救我的，怎么老弹到死角落啊？醉了。 技能还不知道到底什么，应该是闪现。先置一台残机，他修完这台修墓地，那就是插一台先知的，得去补一下，要么就重新起，稳定一点，补一下吧，我得去看看情况。 如果差太多的话，我再重新起吧。闪现交了。 下了，不然搞得说的怪慌的。哎呦，这下完了。 这红家狼弹护臂真的是一坨屎。
非要去给他打剃头刀，你躲在板后少块肉吗？非要秀一下自己的香水手速。应该是有闪的，强点。红马好事，点缀裂我就能损失，损失我，损失还能后期对我有帮助。这边看来有人想坐车，先知跑了，先知在木马等我呢，他就在木马等我呢。直接滑，滑板加速，反着下了，翻仓加速，想跑了，能拿一刀。他没加速了，玩板的话能吃刀了。前锋不打算过来啊。他在那边秀得开心，炸鸡子了，去了。啊！哎呀，站着不动让我吐，这都能给你吐啊！一乌龙嘴，这波前锋想起来了，前锋还能救，炸了。
手机子。 这不敢过来，他敢过来，他就死了，他自己重新修了，三个人全都得飞。 现在跑迟了，哎，真的是前锋那一波，本来那么事情搞得简单的，不要搞得那么复杂，站着不动让我吐都能吐歪，来来去去到一个板子就很烦。 魔术师，二号站等我呢，还不下来吗？哎，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 我确定啊！哎，这都没拿到技能，谢了啊！ 休息会儿吧，下一个先知就。
就两台，徐家木马和曹中间。鸟还没交，天之怪了。我换人，换人装。猪还有多久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不过快了吧，决裂好了。这只要打猪它有加速，这一点是有点烦。野人被淘汰了。应该顶个插刀的，顶个插刀我会 好打一点。哎，不用打，不用打，搞忘了，差点打了，打了我就亏了。这都给他修了，传送。会用上的，还让他上去了，我值。没修完，那这边插电机。怎么慢呢？急了，这刀应该可以了。这波要拦人，可以吸，可以吸魂，让他救不到，我都十二挂了。好吧，一挂，记错了。我直接拦人嘛，我就不去了，去了也白给，这样子。这就很美滋滋了，兄弟，吸到了。
直接把你淘汰掉啊。平均以上了呀。找到了，再翻，这死了吗？完了，神仙来了！叫红教堂中间拍的照，神仙来了。挂挂吧，让你挂，让你挂。四号机有人，可以的，这一般都是知道的。我往一号机那边倒吧。这肯定找得到哎。我要是红教堂中间，我肯定也往四号机这边跑啊。往这角落这边倒吧。约瑟夫带的闪，他刚才在看那个磁铁，如果闪现打到鸟的话，这约瑟夫就炸了。嗯，我觉得我得走。接着修我的四号机。丢下来了，想偷人，打了，把我打受伤了，砍三，还好，抽个针，抽根针，赶紧的，这边没时间找队友了，只能自保了，出针，娃娃牛逼。又能修机子，还能救人。
丢下来了什么意思啊？要拍照吗？应该被骚扰了，被磁铁骚扰了，应该。这弹的可真秀啊！不救了，金枪不用救了，没必要。他自己死金枪里面吧，能拖一下时间，拖的可不止20秒的。娃娃秀没减速，我秀又减速。兄弟，这个时候炸一下不是说说笑的呀！快抽啊！点，完蛋！有一刀吗？有一刀还能扛一下。没扛到刀，人还死了。这边两块椅子，一人一把。送他个银的就无所谓。